古人讲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恭敬、节俭，这是福报的根啊。骄吝、傲慢，是灾祸的根源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种下这些祸根，到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不知道凶灾是从哪里来的，怨天尤人，罪上再加罪，这怎么得了呢？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共患难，绝不求性命啊，一定要帮助社会，帮助苦难的众生度过灾难。我们看看这诸佛菩萨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，念念为众生想，为社会安全想，为众生利益想，没有替自己想啊。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，这个社会安全就多一份保障啊！啊，所以富，我们希望富有啊。富有可以有力量布施，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自己要节俭。我自己能够节俭一分，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分，我们节俭两分，对社会就帮助两分，长存此心，无量的功德啊。那我们多浪费一分，众生的福利就减少一分，我们把它浪费掉了啊，不知不觉了就造罪业。纵然我们本分应当享受的，也不应该。我们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啊，佛陀诸位都知道，佛慧二足尊呐，福德是圆满的，圆满的福德，他为我们所实现的，还是惜福，还是节俭。我们没有看到一尊佛菩萨浪费过。我们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，都是把德行摆在第一。啊，如跟佛的教学非常圆满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世界古今中外圣贤的教学，我们也要细心观察，也要彼此了解。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。啊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才真正产生了信心、爱心。乐意依教奉行，乐意将它发扬光大，利益
一切众生啊。佛家常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啊，我们对他轻视原因呢，就是了解的太少了。啊，这个也难怪。啊，你没有学过，没有人教导你，没有人给你讲嘛。啊，自私自利这个意念永远不能够放下。啊，这一生之中给你种个善因，阿赖耶识里头给你种一个种子。这是佛菩萨对得起众生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古德告诉我们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，久远界之后必定还是这个种子起现行。啊，能成就自己的道业。啊，但是要等待多久那就很难讲了。啊，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，那信愿行必须要去做。可是我们仔细观察，仔细反省检点自己，这信愿行三方面具不具足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？念念相应，行行相应，这一生呢，决定得度。啊，偶尔相应，这一生就很难得度。啊，但是得人天福报是肯定的。真正依教修行，无量寿经讲得好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菩提心没发，一向专念做到了，你得天人恭敬，得人天福报，不能往生啊！啊，往生诸位要记住啊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，彻底觉悟。